所专员曹武赫曹专员。老父母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服务，健康促进打开平胸膝，行为流行长辈来运动，那再来就是长辈可以做一些手作，就是学东西。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些画作，我发现是长辈是把学的技术放心上，然后做天马行空的想象，就是出来的画面不是同一，就是不是那种一样的图案，然后里面只是颜色不一样，没有呢。大家里面都有自己的故事，然后自己的色彩跟自己学到的技能都在这边做展现了。所以，请容许我借大家掌声，再谢谢我们的嘿，我们在阿公阿妈，我真的超厉害的。那我觉得我们师主理师处长上台，我们这次来掌声欢迎。合起来，互相学习，互相交流。因为据点的志工，坦白讲，是不是有限？就有机会创造更多的服务故事跟服务的成果。那第二件事情，问今天李秘书上台，我们支持来掌声欢迎。互助联盟，向前的一放行空，引法艺术。今天这样子来弄一个这个艺术展啊，我相信对我们长辈的身心健康跟他的一个精神啊，一定会非常有帮助。那大家知道，如果咱出来都不是多，如果咱无病痛，没有病痛，咱是说啊，伊就会当吃放心，伫外口来拼伊个事业，来做伊个工作。哦，这是咱的愿望啦吼，啊，希望讲咱。所有的社区吼，会当能够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脚步，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学习。尤其看到我们墙壁两边吼悬挂的这么，真的很好，很棒。以过去吼，可能鲜花上、工作上，无法多去发挥个人的潜能啊。那等到你退休之后，那尽量往中间集中吼，来嘿，来大合照哦。设计呀吼。六十几岁、七十几岁、八十几岁、九十几岁的老伙仔人吼，来画啦，吼，啊，今仔日来遮谈啦，吼。